一条路桥让乐生乐民再度走上街头，持续进行的捷运工程对乐民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历经近十年的抗争，能不能换来尊重，换回原地重建的可能？高雄铁路地下化延伸到凤山的计划，有人期待，有人受伤害。因为湿地重化，有些居民必须拆屋搬迁。城市在发展，居民能不能看到幸福的愿景？台南铁道地下化争议未停，征收300多户。面对家园将被拆除，部分居民和学者呼吁举办听证，厘清问题。目前这个案子已经进入最后征收的审议程序，未来将如何发展？高声抗议遭到抬出大门，冲突的场景六年来已经是台南反铁道东移自救会常常面对的状况。一项铁道地下化案，原本各方期待，却因为东移征收，让部分铁道沿线居民展开漫长的抗争行动。陈蔡细美的家紧邻台南铁路，半世纪以来，火车经过的吵杂声音已经成为生活的日常风景。较早来，迄火车是会起烟呐，烧弹，吓啊，所以就很多大声咧，嘣嘣嘣嘣嘣，啊，会小块会叮当啦，迄厝拢会小块震动啦。铁道旁的人生虽然吵杂，但是也是辛苦购买的家园。他和先生花费金钱，精心设计家庭，打造一个温暖的居住环境。少年的时候很喜欢看那个电影啦，吼，啊，看到雨天安尼水水很浪漫这样吼，啊，所以讲啊，我将来若要起一间厝，我原来有想要。去填那个原梯就是这样子。20多年来，台南市区的铁路地下化就像一个美丽的梦想，让吵杂的声音消失，居民可以过着安宁的日子。84年整个已经规划讲要地下化嘛，阮听嘛已经听20栋到过啊嘛。所以呢，我那么地下化，我也赞成哦，在原来的铁轨下做地下化。1998年，台南市政府提出了铁路地下化计划，以原轨道地下化，并且借用居民的一部分土地建设临时轨道。让火车通行，居民都是欣然同意。啊，迄阵的计划是有讲要做地下化时，火车嘛是爱照行，所以讲要甲阮借后边的土地只一部分啦，吼，一部分尔要做一条临时轨，一条而已啦，啊，一条是另外一边啦。2007年，铁路工程改建局以增加西侧距离、保护国定古迹台南车站、缩短工期、减少交通冲击以及增加地面路廊等理由，东侧不设临时轨，改采永久轨，以民挖覆盖的方式施作在东侧。工程需要拆除的住户采取区段征收。原先预估要拆除407户，2014年台南市政府再次统计拆除323户。整个工程的起点大桥在以南，我们在经过时间路下地之后，整个台
整个列车往南经过台南车站，整个计划的范围总共有8.23公里。所以这是一个完完。陈志晓发现，铁道地下化东移的计划严重侵害人民权益，他组成反南铁东移自救会，开始展开抗争。对的，是这个动画结束，我真希望咱大家手牵手，欢欢喜喜，解决一个一个困难。我爱本身出来看一下，看一下百姓迄个环境甲伊的声音，对无？手举较悬的，手势举较悬的，有天有地。太太从事画作裱框的工作，她熟练的技术成为台南的招牌老店。铁道东移的开发将她50多坪的四楼家园拆到只剩下6坪，根本无法再居住。我这是三角啊嘛，就是切过去切到隔壁，我们就剩下这一边一个角落。一旦房子拆除，江太太担忧未来不只失去家园，甚至也会失去谋生的能力。我一个月只能领3000多块的国民年金，喝水都不够啊！我没有做生意，我的生计吃饭就有问题。被征收户陈先生的家园同样面临拆除，一条工程线一画，家园就消失。我们拆的部分大概从，如果从我这边的话，生活女中的门口的应该会从这边，如果没有变的话啦，会从这边这样拆过去。他的家历经2代合力购买建设，整个建设家园的过程万分艰辛。我们爸爸妈妈来这边买这栋房子的时候，那时候我妈妈为了这间房子病倒了，我们为了这个家，我是国小毕业就开始工作了，所以你说我对这个家没有感觉吗？楼下是我妈妈管辖的，楼上的花也是我管辖的。我车多漂亮！陈先生心想，房屋负债已了，终于可以安适生活，子女未来也不必烦恼房屋问题，家族可以脱离贫穷。但是征收一来，打破了所有的美梦。那我们小朋友是不是？我希望他们有从没有贷款可以有房子住，可以比一般年轻人有一个提早变成脱离穷，脱离这个穷字的环境。那现在如果这个房子再这样拆下去，再把我们破迁到任何地方，再怎么样，我小朋友是不是继续跟别人一样没有机会再继续有自己打拼的空间？南铁地下化东移案的争议在于永久轨是否必须东移，以及地面是否需要拆除清空房屋建设公园道。台南市政府以交通安全、都市缝合为理由，坚持必须要征收拆除，但是自救会说明，原轨地下化或是铁道东移地下化之后，地面让居民能搬回重建，也能够达成同样的目的。完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可以消除9处的平交道、8处的地下道和5座的路桥，改善交通瓶颈。那整个铁路地下化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市容会从我们左手方的一个照片变成右方的一个情况。同样在地下化，但事实上本来就是有一个原轨地下化案跟所谓现今的这样的一个东移案两个案子在做比较，而这件事情也正是为什么现在会产生这么大一个纷争的一个最大核心的一个源头点。关键就是在于说，原轨地下化案它无论是在土地征收的一个面积，或者是在建物拆迁的一个面积，其实都远比现在的东移案还要来得小。
台南铁道地下化东移案自2012年正式推动，2016年内政部通过台南都市计划进入征收审议程序，但是问题并未结束。在北区征收户中，东移铁道经过13楼长荣新城旁边，需要征收部分土地，但是居民更担心工程会危及大楼的安全。目前这个红线就是有打桩的这个钉子的地方，好像就是我们铁路地下化恐怕要切的连续壁的地方，那恐怕我们住户都会担忧，会影响我们的连续壁，恐怕影响我们的结构。进入地下室就是长荣新城的机电房，居民指出铁道工程可能会切过地下室，会对大楼的机电消防设施造成问题。我们的判断是，就是我们担心它确实是会打到，以它的目前画的红线，但是他们主张说不会，所以我们不晓得到底施工以后会怎么情况，目前没人知道，因为他们的动工我们这确实不了解。六次公听会，每一场都胡乱，不要假公听。给我真凭证。2017年6月，铁工局举办南铁工程北区征收公听会，陈志晓与自救会成员前往抗争，声援长荣新城的住户。长荣新城是一个13层楼的建筑物，那因为铁路东移的关系呢，使得它的连续壁会紧贴了长荣新城的那个地下室，所以呢，这个结构是不安全的。但是公听会一开始，铁工局员工与警方检查入场民众的背包，立即引发抗议。收多啊！我跟你讲，警察来跟人提，跟你包人在提物件，伊来收违法。我那么牙都那么牙青啊，都未使入，还奇怪呢。也必须要跟大家将这些疑虑质疑。那今天我们有特别针对这些部分。铁工局说明工程连续壁的施作方式，自救会与居民高度质疑，要求保证安全。连续壁呢是比较深，是26米，那为什么要做的比较深？就是要避免说在这个开挖过程当中呢，这个会影响到大楼的安全。今天如果在你整个设计上的瑕疵所造成的任何的事故，包括生命财产或是任何的公共安全，贵公司是不是要负完全的责任？今天来讲，就是设计有没有错误，是要在施工的时候，如果万一有这种其他的一个状况，比如说灾变什么状况，会去检讨它这个灾变发生的原因是怎么样。接续北区征收第二次会议，自救会要求举办听证会，厘清所有的争议。但是会议主席拒绝，强调依法不必举办听证，自救会群起抗争，遭到警方强力排除。铁工局的立场，我们不会办听证会。你想想，拢安尼一直违背百姓的，嘿，厝唔是恁的，这唔是恁的，恁就拢安尼做对不对？蔡小姐，您有您的主张。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的违法。违法！违法！违法！现在走的程序。有严谨的审议过程吗？完全没有，完全就是形式上面的强闯程序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所以南铁东移案的这个程序，事实上已经证明了这个政府他所谓的严谨的程序，这全部都是谎言，谎言再谎言。大家参考一下我们的重点，应该是第一场第六项第一场公听会提出意见及回应的说明。那办理依据，请大家参考。
地方征收公听会结束之后，内政部举办征收审议小组会议，审议征收的合理性。政大教授徐世荣与自救会发起朗读内政部长叶俊荣的著作，要求举办听证，厘清征收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这本书也是行政程序法必须公开管制程序，并扩大民众参与的背景因素。其实，政府要办听证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根据行政程序法第107条，政府如果碰到重大的事项，政府是如果觉得有必要，是得办听证会的。那现在我们政府就说你这个只是得办了，不是应办了，他就说没有法律的依据了。台南市政府以地下化解决交通安全，并且建设公园道促进城市发展作为征收的必要性理由，并且强调对于征收居民的权益已经有照顾宅的安置计划。照顾住宅的位置，它距离整个纵贯线大同路大概450公尺，到了8月29号已经有221户申请照顾住宅，大概占整个比例的80%。办相关的这一个计划规划变更，还有这一个相关的一个查估作业，那是否在过程当中，就从刚刚简报里面，就是除了这个举办相关的说明会以外，大概就这个加固拜访的部分大概就是由市长、秘书长或是我，还有相关的同仁就分批的去做一个加固拜访。台南市政府强调，高达80%登记申请照顾宅的居民，其实很多受征收居民去申请，但是他们未必同意拆除，因为还在等待评估征收的合理补偿。都同意好听，不是好听，同意迄个好恶听话。但是吼，你要等拆完的时候，你嘛得有阮相当的代价嘛，对等嘛，莫讲差上侪嘛，伊啊拢做爱900-900嘛。哦，高兴我，伊这都是阮过，是讲好100-200-300安尼啦。我讲哦，实在伤离谱。新的照顾宅建立在仁德区已经进行土地重划的台塘农地上，台南市政府通过建设公司的新大楼建案，并且委由新建照顾宅。目前市府公告，照顾宅一坪大约10多万，被征收户的住宅。补偿还需要等待查估与架构会议，才知道能够领多少钱，够不够买新屋，会不会再负担房贷。被征收户居民强调，照顾宅坪数小，价格高，根本无法照顾居民。有些样品让我们看的话，我们有去实际看他们的一些坪数，最小的一间是37坪，但是扣掉公设的话，剩下20.5坪。里面只有他一间房间，啊，一间很小间的所谓的合适那些茶间而已啊。其实以我们家来讲，我们家算是三代同堂，我们要4间房间。如果你这样讲的话，我们买那间根本买不起啊。仁德区内的台塘土地经过都市计划进行都更开发。自救会强调，铁路东移地下化之后，地面宽阔的公园道连通台塘开发土地，直达市区，创造土地利益，这就是政府执意要征收开发道路的理由。公园道在沿线那边嘛，里面他说东移之后，把原来的铁路变成公园道，但是这你看这边过来就是台塘他们的土地，你看那边沿线。这边全部都是一些台塘的空地，这边有多大利益，我们可想而知啊。陈妈妈的人生原本规划老年可以自在旅行，但是征收一来，一切改变。虽然不是说很有钱，但是我起码还有一个房子可以过安定的日子，可以那个过小旅行的那个到处哈，也这样再看看轻松一下。第二回来有见到好不好？这回来有见到好不好？这个腿有点轻松。
陈妈妈不只要陪着儿子陈志晓到处抗争，同时还要照顾因为征收而生病的先生。你盖这间厝用了那么多的那个心嘛，哈，啊，所以他就一直闷呐，不止的，啊，就这样啊，一直叫做变成这样。我父亲在四五年前头脑非常非常清楚，被他们搞到现在老年失忆症，所以呢，不用担心我们那些专家传播龙传的。就只能跟他们决一死战，东移只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要进行土地开发跟财务考量，这个是在他们公文上面写的一清二楚的。赖清德怕听证回声，赖清德怕听证回声，叶俊龙抢头功杀人。抗争六年，相关官员纷纷调职升官，自救会还在持续反征收运动。对他们而言，铁道东移就像是变调的插曲，让人生走上抗争之途，没有出口，也没有退路。